看看新闻网。娱乐圈里的模范夫妻郭可盈和林文龙自2004年结婚到现在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，不过老夫老妻似乎也想来个二胎计划。郭可盈在近日参加活动时坦言已与丈夫商量过此事，不过具体事宜还要顺其自然，因为老公现在还有点忙啊。对啊，因为他现在筹备一个电影，那是他很心爱的一个剧本。